香港朋友，还有厦门过来的，厦门过来的，还有杭州的，新疆文旅赶快宣传起来呀！这口羊肉你们顶得住吗？鲜美无比的薄皮包子，羊肉手抓饭真的是饭比肉香，来新疆一定要尝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橘子。来新疆一个星期了，第一次遇到下雨天，干渴的土地终于能够喝水了。这么好的天气，我打算中午去吃一家全喀什最火的手抓饭。到了，一进门就看到了超多人，生意真的好火爆。你好，有空的吗？这边来好，谢谢。赶紧先喝口 cos， 好凉快。哇塞，全是手抓饭，这未免也太炸裂了。这包包子的速度绝了，3秒一个。包子都是即做即出的，一个一份，可以按需求点。三口大锅同时出餐，手抓饭一份接一份。他们家上菜可快，拿出这次专属餐具。薄皮包子是他的家的招牌，还点了2个发面的，赶紧来尝一下这个薄皮包子。新疆第一口包子，哇塞，居然爆汁了，呼之欲出的羊肉馅，鲜美的汤汁配上满满的一口羊肉，非常香。再来一个我们杭州吃法，这很大好吃的，好贵。这是他家的发面包子，哇，里面的汤汁儿，不爱包子蘸醋。虽然这个吃法可能不正宗，爱吃醋的我真的挺喜欢这样吃。一口下去，太绝了。最后一点也吃掉，连肉末都不放过，老香了。来尝一下这大块的羊肉，它的羊肉一点膻味都没有，纯香。烤的，但说真的，不是所有新疆的烤肉都是没有膻味儿。所以我们拍一般都拍不下去。连羊骨头都做得干干净净。这黄色的就是南疆这边的胡萝卜，它的口感吃起来跟水果一样甜。它这就是拿大锅煮的，每一粒米饭都吃满了羊油香。腌制过的胡萝卜，先尝尝配菜的味道，还有点像在嗦面条。再试试和米饭一起吃。米饭的香气和羊肉的鲜美完美的混合在一起，感觉米饭吃起来比羊肉还香。表演一个一扫而光。你好，可以加米饭吗？可以，帮我加一点米饭。等待时间，来喝个酸奶。你们平时开袋子好开吗？加点糖，上面还有一层奶皮。新家的饭也到了，先吃酸奶。原味酸奶还是有一点酸，我现在是会吃了。酸酸的口感搭配厚厚的奶皮，越吃越醇厚。又是新的一碗，哇，姐姐给了我们好多黄萝卜。香，羊肉抓饭吃起来感觉比肉都香，还热乎乎的。你看这米饭看起来很油润，但是吃起来一点都不腻。剩了一块羊肉，赶紧来尝尝这块羊肉。这块里面有软骨吗？就是第一次吃到。哎，我这一个两块肉的吧。这肉都是肥瘦相间的，看着品质很好。如果这时候有皮鸭子就好了，应该会更正。不然我对面坐了3个大哥，我还说赶紧喝口 cos 缓一缓。这一块，集体回头观看，太欢呼声把我给吓了，快都吃完了。这里东西特别好吃。后面都是香港朋友，还有厦门过来的，厦门过来的，还有杭州的，特别好吃。哇，这就是人多一直旅游的魅力。还剩下最后一口饭，开启橘子光盘行动。千里之外的人们来，新年开心！跟粉丝也一起碰杯。
今天视频就到这边结束了，看到这里一定要给橘子点赞、评论、收藏，我们下次再见，一定好吃饭，天天开心，再会。深圳粉丝有话说，跟徐娟美、橘子公主美食建议可以得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体验，这样，哇，好开心，谢谢您，谢谢。